10:15, baby, you know you got me. You got me. Wish you knew me at 19. Back then I wasn't talking to anyone but me. So when I think about it, I wouldn't even make a difference. When you feel goo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know. You deserve a new sense. Everything before this, now I know it's practice. I don't have a game plan, I don't have a tactic, no. I just let it all happen. Buddy, 我现在准备出去，然后我想要配一副新的眼镜，因为我这副应该已经戴了有3-4年吧，还是超过。我前两个礼拜去看眼科，然后你们知道我的角膜有点受伤，所以医生就说真的是尽量不要再戴眼镜了，就是说真的是尽量不要再戴隐形眼镜了。所以我想说就是再多配一副，然后就出门除了实用性之外，还可以变成一个好的装饰这样子。我不知道，我觉得好眼镜是可遇不可求吧，所以就是先看看这样子。然后上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顺便直接把验光都做好了，所以现在万事俱全，就是希望缘分可以让我找到一副好的新眼镜。好了，刚下了一场雨，然后现在地板上面的那个柏油的热气都涌上来了，好闷啊。You're like a song that I sing in the morning on a perfect holiday. You're like the warmth of the sun on my skin when clouds look gray. You're like the joy of the trip that's coming to a place with ocean view. You're like an old familiar friend when only you.2-3年都没有住在家里了，所以其实里面有些衣服是我基本上已经不会再穿的。想说如果我不整理的话，他们也是堆在里面积灰尘的，不如就把它整理掉吧。其实我之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清理过一轮了，里面有很多都是那种我国中时候穿的衣服啦，高中时候穿的衣服啦。那你们知道在那个时间你们买的衣服是不是都有点恐怖呢？我的就蛮恐怖的。过了一整天，我才差不多把我房间整理了一下，然后我今天早上也在外面算是小小的奔波了一番。然后刚中午我煮饭真是煮到满头大汗，为什么我家的厨房没有冷气？我现在准备收一收，等一下就要去洗澡了。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从回来台湾之后就开始试用的一个韩国的品牌，叫做 Grow Us， 他们家的一系列产品。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深海修护洗发露，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用的防脱发洗发露。那这个 for men 的我就给我爸用了，然后还好我们的那个浴室是分开的，所以你一罐我一罐就是
不会吵架。那它里面富含多的矿物质啦、海盐，还有一些海洋成分，所以你洗完之后，它就会从头皮直接吸收进去，然后直接给你的头发营养。另外，它也是植物性配方，所以很温和。然后我必须要说，它的味道真的是我的菜。然后我想了很久，我想说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我后来终于想到了，这个味道很像是 Jo Malone 那个海盐跟鼠尾草香水的味道。然后那个呢是 one of my favorite scents from Jo Malone，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那个味道的话，我们可以做朋友。再来下一个，因为我的头发很细嘛，所以很容易就会像这样子，可能在外面跑一天之后有流汗，然后干嘛就会很扁。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用这个珍珠修护洗发乳跟刚刚那个就是交互使用。这一罐里面它除了有低分子跟高分子的蛋白质，可以同时护理头发的内在跟外在。另外它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然后珍珠的提取物，还有喜马拉雅的 Pink Salt。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维持水油平衡，然后解决头发干燥的问题，进而呢头发就可以维持一整天蓬松的感觉。这个的话它的味道也是一个就是蛮高级的味道，但我个人会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平常比较喜欢 girly 一点香气的女生，你们从它的外观就可以看到非常的少女心嘛。但是以个人的 preference 来说，我自己是更喜欢这个海盐的味道。同一套里面它还有这个头皮的修护精华，我通常都是当做 hair care routine 的最后一步。那因为像我的头发很细，然后又长头发，所以其实很容易会掉的到处都是。那它可以帮忙解决头皮的角质问题啦，可以镇静发根，然后它的质地也是属于比较温和、不黏腻又好吸收的，所以它其实是很适合夏天用，因为很清爽。再来这两个东西，这个是 Grow Us 的免冲洗护发喷雾，那它就是你洗完头之后，可能就是稍微把它压干一下，就这样子喷，然后喷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开始做造型或是吹干头发。它可以帮忙阻挡一些热能对于头发的损害，然后加上因为它免冲洗嘛，所以你就这样喷一喷，然后开始做造型就很方便，很快就可以出门了。最后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这个海盐磨砂洗发膏。那像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头发有味道的人，我说的味道不只是什么有食物的味道，而是例如说我今天出去走了一圈，我可能头皮有流汗，我就会觉得头发里面会有一个头皮味，你懂我的意思吗？那这个我通常是每个礼拜可能有一到两次会取代洗发乳，就直接像是这样分界之后把它涂上去，然后按摩进头发，等于帮头皮做一下保养，这样子你的发根就会更蓬松。如果你是属于就是有一个中东油田在头上的朋友呢，你就可以先用洗发乳洗完之后再用这个洗发膏。以上呢就是我这阵子回台湾之后一直有在试用的 product， 跟大家分享一下。 Grow Us 它是一个专注于大自然跟大海为主题的品牌，所以像是包含他们的外包装都是使用环境友善的纸张来做。那我自己是觉得愿意在环保这件事情上面下功夫的品牌，我是觉得都还蛮值得嘉奖的。那现在大家如果用我的 promo code CCXGU 的话，就可以有9折的优惠。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你在干嘛？来，爸爸来，你跟大家 say hi。嗨。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呢？我们现在要来做复健。你说你哪里不舒服？我打高尔夫球这边受伤了啦。好。那你可是你昨天的药膏是贴的，这边是也是打球造成网球走了。什么？网球？你有打网球是不是？没有，那个简称叫做网球走。好，做复健要怎么做？爬楼梯。然后？啪啪啪，然后靠墙壁一直到顶端。我要来监督你做复健，然后爬楼梯。会酸吗？对哦，爬到顶啊！好，继续爬，继续爬。到顶了，然后从中间压，身体往下压，这样拉一拉，试试松筋骨就好了。加油！你跟他说拜拜。拜拜，帮我妈咪煮饭。妈咪还可以了。从国外回来，然后他刚刚传简讯跟我们讲说，他的行李呢不见了，他的行李现在流落在外，然后要过两天才会到，这样。所以我现在呢要先准备一个就是像急救包的东西给他。我是不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妹妹？是我姐订的，哇，他也订太多了吧？给他带一整套。我先帮你准备，我们现在正在帮你准备哈。我怎么知道他平常喜欢穿哪个？不用，那睡衣里面不需要穿这个吧，这个就好了。
这种方便睡觉的就好了。这件比较丑，可以在那边穿当睡衣。这是我的衣服。你嫌它丑，这是我的衣服。我觉得那件比较旧啊。你真的很过分。刚刚已经准备好了一整袋，里面就是有换洗的衣服啦，然后护肤品啦，还有我给他带了那个一些冲泡式的饮品，然后牙膏、牙刷、牙线、充电线、餐具跟洗碗的东西。你看我是不是想得非常的周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是一个蛮优秀的妹妹。嗯，我真的是蛮棒的，大家妹妹牌防疫救急包。But I feel so lazy. Yeah, I'm home alone all day, and I got no more songs left to play. Babe, 난 널 그리네. 다시 돌아와줘 내게 and let me be your man.好久没有敷面膜了，然后我那天看到这个五折的面膜，我就给他买了几片回来。玻尿酸复合精华润白面膜，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这个是我自费的啊，大家。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因为今天星期一，等一下，等我一下，我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把相机当成镜子。还有什么推荐的保湿啊、美白的面膜，也可以留言跟我说。我是一个蛮喜欢敷面膜的人，这个多的精华不能够浪费。手也要一起白。我今天呢有一个想要努力的目标，就是今天星期六嘛，明天呢我想要尽量给自己放一个假。明天我想要尽情的看剧、看小说，然后放空。Everything， 但你表示有些东西我今天就要弄完。例如说，我星期一有一支影片要交，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剪好，所以我今天晚上要来完成这个，就是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前不是有人问我说我都怎么分配时间的吗？没有在分配时间的。我刚在柜子里面发现了我疫情之前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这个乌克丽丽。后来疫情就大爆发，然后我这个就一直留在台湾。我现在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然后我现在在看马叔叔的乌克丽丽教室。拨第四条。按好以后干嘛？右手弹弹下去。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